这支影片所介绍的是台湾特有的庙宇宗教活动，一定会出现的，闹得滚滚的，热闹滚滚的。姑娘们还会撒一些糖果、饼干啊，甚至于红包。我们接下来就看这支影片。这么一小段，让各位看一下，体会一下热闹滚滚的庙会活动。